烧吧，他们的尸体飞满深渊。 啊！他不以我背后来的吗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，先吃药吧，不然我怕他两刀暴击给老子嘎了。 先放线吧。 还行，没露很多小毒。那18刀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 谢神超家的迷离送的守护，谢谢老板开的守护，非常感谢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我也留 W 骗你呢，是不是以为 A 1我就会死啊？啊？ 搞得像只有你能回血似的。好，谢谢老板开的守护，非常感谢。先去拿包蚊香，先等一下啊！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仁慈。 这就跑了，脏东西！暴击，他爆他个卵！他摁了 Q， 他还暴击，疯了！就算我他暴击把我砍死，他也要死，他也是必死。最差的结局都是互换，他只要约他。
兵线吃了，人头也拿了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完美大招。更多火药，人们背叛了我。脏东西，留个眼线在外面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渣子，脏东西！我点的是蓝星啊，我点别的太重了的话，我头会痛，得一直喝小甜水。我以前点的利群，基本上每天都要那个一瓶600毫升的那个小甜水，少了的话头就贼痛。红双喜，我从来基本上从来不会主动去买红双喜，因为我个人感觉红双喜是最难抽的烟。虽然我是广东人，但是我感觉红双喜就是最难抽的烟。我说的不是金装哦，以前卖7块钱一包的那个，不是金装，巨难抽，抽到老子头昏，我操，抽到那种感觉就像坐公交车似的，那种烟要远了，要反胃的那种。我来看看你有什么本领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脏东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人人有份，又一个便宜烟难，便宜烟不代表难抽。5块钱的白沙够无敌了吧？还可以，感觉比红双喜好很多。7.5块的七匹蓝，还有那个叫红塔山是吧？都还可以啊，价格都差不多呀。广东人白酒为什么都要有红双喜摆在桌面上？喜庆啊，烟上面都写了个喜字了。正常来讲，那边一般一桌的话都会摆一条金好，叫好日子，再摆一条红双喜，知道吧？就图个彩头呗，就图个好听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别爆杀！渣子！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脏东西！人人有份，死亡的潮汐，我归来。就点燃也未必死得了，算了。渣子。
600条75，很虚无。哎，继续猜，继续猜，他没大，不怕他。对面又搞个大招，啊！好，差点升不了，有憋的。比尔吉沃特的书，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让懦夫们领教一下重型火炮。好好，他的眼泪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走吧，操，没死，烦死了。烧吧，没事，他没大招，连塔连塔都不敢守，守塔他就得干。移回来，你都不移回来清兵线的吗？他高地去。你怎么还攀起来了？我操！爽到极点！被割开的喉咙，早就不怕了。我到下路去，我先不跟团，这节奏有点奇怪。有没有兄弟做过某音的？就是我的那个账号，不知道为啥现在视频没有播放量，还持续掉粉。就是我啥坏事都没干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名声不好，或者说干了什么道德不好的问这种事情或者问题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他就是慢慢掉粉。你让我去检查了账号没问题，你要观看播放量也不够，点赞的话还行，就是播放量不太行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被限流的那个咋办呀？系统限制需要我买斗家，我一天发一个呀。
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算法不一样的需要我重写，这样子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哦，亚雷温差点跑开。我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？这不是一干四吗？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脏东西，回来时更加。你是不是拒绝接广告了？没有啊。我还觉得广告少嘞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只要我边路节奏没断，那就受不了。我现在在边路很无敌。内容不优质，怎么样才算优质呢？人人有份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啊？真的假的呀？怎么办？给你一刀了。有人跟我发一样的，谁跟我发一样的呀？他 ID 叫什么？那我要调成不能转载是吧？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Shut down。他怎么还只上300块？我要一路砍掉伊尔吉沃特。这把剑要开始咬人了，所有大炮。
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让粉丝给你送花，这个可以有飞流。箱子的吗？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不可能让你带的。想换个二塔都不给你换，完蛋！他们没回来，那我去举只腿。爆女的还不能给盲玩。豹女的话也无所谓了，只要不给蛮王给镜或者给不是给圣或者给豹女都无所谓。刚差一路高地，背叛就像被拆下路也可以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就拆下路。蛮王现在没有兵线带，那上路也去不了，下路他也推不了。住过来，没奶，主要这逼不帮我 A 塔，很烦，对的太慢了。
不过没事，可以玩了就行。被他攀一下也是有点蛮痛的。干什么？播了呀，最终一播的。到几点？我要多回去一次。就是那个。搞得好像自己很肉似的。敢敢当当嘛，兄弟们，没得订阅，兄弟们给主播点订阅吧。